代理主席，這份預算案是本屆政府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同時是新任財政司長第一份預算案。預算案這種雙重身份令到這份預算案可塑造性很高，司長既可以蕭規曹隨沿襲前任理財的套路，亦可以大破大立建立新任財政司長的理財風格。陳司長居中而為，一方面在過往的財政預算的基礎上規劃政府的未來預算，同時亦放棄前任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例如不注資未來基金。我認為司長制定的預算案掌握的分寸基本正確。在預算案裏，司長提出了公共財政的三大目標，包括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投資未來、宜居宜業和公平公義共享成果。這些目標基本適用於所有的財政預算，關鍵在於如何執行。面對今年高達613億的財政盈餘，我支持司長的做法，把當中絕大部分，即610億元用作民生和經濟方面的開支，而不是撥入未來基金。當中包括300億用在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200億元改善民康設施，100億支援創科發展和10億元推動青年教育。資源沒有收入這個庫房，這個是解決問題的起步，更重要是如何把這些資源切實轉化為成果，否則情況可能把盈餘收歸庫房更差。財政司司長建議把盈餘的300億元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確保院舍照顧服務質素和加強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以殘疾人士院舍為例，《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在2013年6月起全面實施，但全港的309個殘疾人士院舍中，至今只有60個符合要求獲發牌經營，其餘均要以豁免證明書的形式運作。現時社署還要再給院舍3年的時間，希望透過資助改善措施以符合發牌條件。前前後後為了執行發牌的規管殘疾人士院舍要花8年的時間，即使由今個財政年度計起，社會上大部分的殘疾人士院舍仍然是在不符合發牌條件下營運，這樣怎樣說得上確保院舍服務質素呢？安老服務去年全港共有73,600個安老院舍宿位，較5年前的75,800個還要少，但社會的長者人口卻增加了 24%。 以獨居長者為例，香港的獨居長者住戶人數近17萬，但能入住院舍的只有 8%， 較10年前的 10% 還要少。當司長將300億盈餘投放在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的復康服務，必須要有量化的指標，讓社會看得到的成果。司長把10億元的盈餘推動青年發展，包括留了7億元給予這個教育局加強這個推廣職業專才教育，支持
校長和教師的進修和專業發展等。我在審議預算案的相關會議裏曾經問過教育局長職訓局的收生情況，職訓局說由於高中人數下降，估計在今個學年供中六離校學生修讀全日制資助和自資課程的人數只是21,600人，到2015-16 年學年少收1,700 多人，而下學年估計收生人數會進一步萎縮，只有18,500人。由於收生人數減少，亦影響了職訓局聘請僱員的政策，以致職訓局長期出現一批短期合約的受聘僱員工，當中有些短期合約的員工維持了10年甚至超過10年。職訓局的執行幹事強調，未來職訓局的收生情況嚴峻，除了高中人數下跌令收生減少外，英鎊下跌更令很多家長有條件送子女越洋升學，亦都是原因。如果這個情況如此，政府為何要選址供職業訓練局興建具規模及現代化的校舍？司長為何留7億加強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在政府增撥資源與落實政策之間的差距必須解決，才能真正讓同學受惠。在預算案內，司長強調在過去4年經過政府投放了大量資源，貧富數字整體向下，司長的結論與民間組織的分析有很大的出入。樂施會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11-2015 年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收入分析指出，在2015年的香港整體貧富人口突破115萬人，在職貧窮的家庭數目過去5年升幅高達 44%。 在201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是 0.537， 但無論如何，司長承認社會上的貧富差距明顯，目前不少的低收入人士的生活仍然捉襟見肘。我支持司長的建議，成立稅務政策組，正視稅基狹窄的問題，改善香港的稅制結構，支持社會持續發展。事實上，在每年的同這個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交意見書那裡，我都建議政府要全面檢討稅制，並建議政府開設資產增值稅，配合社會的經濟的發展，同時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舒緩貧富懸殊。在預算案的第25-26段，司長指出政府的施政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要為未來持續投資，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在今個財政年度，政府的基建的投資達到868億元，為社會帶來了數以萬計的職位。我支持政府的基建發展，但一如我以往強調，建造業工程能夠持續平穩地開展，工友能有長期穩定的工作機會，對建造業的健康發展和職業安全是有幫助。代主席，過往我經常指出香港的平均兩個星期就有一宗致命的工業意外，情況是不能夠接受。踏入今年，香港的致命工業意外更接二連三，在今年1月至到現在的短短3個月已經發生超過了10宗及有12人死於致命工業意外，是平均不到2個星期就有一名工友死於工業意外，當中
超過半數與建造業高空工作有關。較早前在財委會的特別會議上，勞工處說處方在3月底展開了1年2星期的高空工作的特別巡查，一共發出了200宗暫時停工通知書和敦促改善的通知書，並作出了132宗檢控。這些是事後補獲措施，並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當財政司司長強調要持續這個投資基建的同時，但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都沒有隻字片語地提及改善工業安全，我對此深感遺憾。我期望在未來能夠看到政府增撥資源，全面檢討香港的工業安全和工傷賠償。代理主席，我本人謹此陳辭。